看个视频呢啊，看个视频啊。水下出现罕见的海底冒泡现象，绵延约10公里。研究人员在水下约17米拍摄到，海底多处都有一串串气泡从沙石间隙中冒出，但没有发现断层或开裂的迹象。目前冒泡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。石川县轮岛市大范围海域水下出现罕见的海底冒泡现象，绵延约10公里。研究人员在水下约17米拍摄。这个讲日本呢、啊。日本，在海底下冒泡啊，这位有核电厂的啊，这位核电厂，然后现在，变形金刚在核电厂的，稍微远离一点点的地方啊，他把那个缆绳呢，固定下来了啊，把缆绳固定好了，固定好了以后，然后开始，开挖地基。把核电厂移到缆绳那边啊，然后说变形金刚站在海里边，站在海里边，然后就把核电厂啊，往飞机上移啊，往飞机上移啊，现在开始处理日本那个海边的那个核电厂了啊，它是往海的外围方向移到那个飞机上去啊，好。